主播原本平静的水面突然开始摇晃，水面也开始产生规则的波纹，从边缘由外往内扩散，最后两道波纹交错变成了格纹。这是雪霸国家公园公布的地震时影像，可以看到雪山登山口的水池出现了特殊的波纹，连小编都说自己在武林工作20多年第一次看到，也有民众留言询问是不是可以由此得知地震是上下左右摇。另外台南也有监视器记录了地震时的特殊影像，上千尾的石木鱼不断从池中跳出水面，此起彼落，看起来十分壮观。这是台南石木鱼养殖业者发现地震时石木鱼在乱跳，而且业者说不止地震时鱼会乱跳，地震发生前也会。而且让他觉得神奇的是，地震发生后就再也没有类似情况，觉得很特别，才把影像分享出来。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情况，主播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